por tieso y en este lugar muy mal me la he pasado por culpa de mi miedo a dejarte atrás. Ya no sé si esta vida da más vueltas, dónde llegaré, cómo va a acabar. ¡Ja! Ahora entiendo. 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在烟台美丽的这个海滨城市给大家带来法拉利的最新的车型，Portofino M 的车型的试驾。那 Portofino 大家知道是意大利的一个小镇，那这个 M 呢，意思呢是革新创新的这个意思啊，是 Modificata 意大利语革新创新，代表它有很大的变化，这跟宝马的那个M 系列完全不一样的含义。那其实有这个字母就代表它有很大的变化跟上一代的 Portofino。大家首先看前脸啊，前脸大量的设计的变化，首先最明显的是有一个这个导风槽的设计，它不光是为了不同，它是真的有实际的意义，能给刹车盘散热，包括有一些空气动力学的这个功能，然后还有就是前格栅的这么一个变化，有一些镀铬的装饰啊，来显示它更加的运动，更加的这个年轻化。其实大家知道 Portofino 实际上是加利福尼亚车型的这个后续车型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从设计上，从造型包括内饰上，有非常大的这个进化，我觉得比加利福尼亚要更舒展更流畅啊，同时不失法拉利的这个进攻性啊。大家看这个尾部的变化也非常大，尤其这个扩散器下部的扩散器跟车体完全分成了两段，用全黑色的和以前是不一样了。然后同时排气是重新设计的，为了满足这个国六的排放和欧六的这个排放，因为加装了颗粒捕捉器以后，所以得重新做一个调整和设计。包括泄压阀，为了有更好的这个背压，为了降低这个背压的数值，实际上在里面也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个泄压阀不是完全封死的，是一个椭圆形的结构啊。再有就是为了更好听的这个声浪，我想大家买超跑，如果你上车听不到这个轰鸣声，听不到这个令人血脉喷张的这个声浪，可能这个超跑就白买了。当年为什么i8，我觉得没有卖好，虽然造型很科幻，但是因为那个 1.5T 的机器，你动力再好，我觉得也不是那个味道。所以我觉得法拉利在这次革新和调整上真的做了很多，大家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个年轻款，这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车型。其实我觉得开起来感受这是一台法拉利其实就足够了，但是 Portofino M 还是动力系统上还是做了很大幅度的提升，虽然还是 3.9T 的这个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啊，但是加了一个涡轮传感器，让这个转速有5000转的这个提升，在有这个颗粒捕捉器保持排放的情况下，弥补了这个动力的损失，比 Portofino 之前的车型还是增加了20匹的这个动力啊，扭矩输出还是一样的，3.9秒破百。7.8秒就已经能接近200的时速了，所以这个不惧任何这个街上的电动车啊，绝对是动力充沛。还有就是换装了这个更小更灵敏的这个8速的这个变速箱，处理速度降到0.5毫秒，这个速度提升了这个有10倍啊，换挡非常平顺，然后开着也非常痛快，大家感受一下。然后这个声浪也做了这个调整，我觉得其实法拉利这个最迷人的不光是造型，是品牌，还有这个发动机的声浪。好多人说电动车速度更快，提速也更好，还能更便宜，但是前两天的这个 IAA 上，好多电动车还在提供模拟的这个电子的声浪，足以证明还是传统的机械传统的汽油车更能让人血脉喷张啊。还有一点变化就是头一回在 Portofino M 上面加了这个驾驶模式的这个调整，然后有赛道模式、雨地模式、舒适模式、这个运动模式，这是头一次把驾驶模式选择放到这个车上。Portofino M 增加了这个空调围脖啊，这个你可以在冬天也打开敞篷。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虽然阳光大阳光天有点晒，温度也不低，但是我们现在开着空调依然可以很舒服的这个
敞篷驾驶，还有就是座椅空调通风加热都有，我觉得这对一款跑车来说真的也是很舒适的一个设置。我觉得现在的法拉利的这么众多的车型啊，尤其以日常驾驶街道驾驶为主的车型里，我觉得更推荐这个 Portofino M 这款车型。为什么？因为是两厢一样，你合上顶硬顶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完整的 GT 跑车。你打开敞篷就可以像今天这样享受海风，享受阳光。Portofino M 的变化还有一点啊，就是法拉利把这个所有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都加在这款车上了，比如像这个车道保持、主动跟车、道路标识的这个识别这些功能，虽然感觉搁到法拉利上有点违和，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一款以城市代步出行为主的车型，那么搁上它还是非常能降低驾驶员的这个疲劳感，提升这个整体的安全性啊，包括这个预防撞系统。所以我觉得这款车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大，比之前的 Portofino 有很大的这个提升。马上大家就可以在4S店已经可以预定，去提车去体验了啊。